敢吧。好，敢往东干。好好，往上干。我连奶网都给他护住了，李哥。对，现在这出加个门了，漂亮。要想鱼上岸，是全凭网来还呢。这网算是肥了，这划的给眼睛了。八遍大力马的，八十八遍的也不中啊。别吃八遍的了啊！别吃八遍的，拽不动，拽不动。八十八遍的也不行啊。挂底下肥了的吧？嗯，啊，你说没鱼，没鱼，有鱼没鱼？看看，这班鱼啥呀？先养着。小青鱼。到时候你们家那个锅里头养，我操！这家今儿挺能喝，今儿挺能喝，不得了的，都很活呀。那我到了，那我也没打的。大玩鱼，真够鱼啊！这小的啊，四两半斤的，不够于不中，就为了蹦出去，肯定蹦出去不中。轻松喝点，还好啊，红点，肯定不往红点，连那驴也装点。这大瓜子，这家伙，得有根啊，得有根啊。那老铁们扛扛吧，这家伙，轻松喝野核桃。那在这里边，这班鱼的家伙。还好得了，青龙鹤那大碗鸡，那我喝一喝，你说？太魔性了，太魔性了，真能野鹤呀！来吧，我操！真干！这网撒的，我这啊，这网撒的。相当给力呀、啊！得给我倒回来，你们打这儿。你先杀了吧，哥。这，走啊！好，小飞网。是。等我往头冲冲啊！下网。好，看这网上的都是啥货？好几个鲈板，还有大虾。有虾有鱼。游灯品源丝的小网，啊啊啊！给咱们介绍介绍这款网。游灯品源丝钓兜四米，啊，钓兜四米五啊，还钓兜四米去了，一激动他妈爆茬了。不要激动。看这大虾，这个头。打了鸡，下面还有没有？大虾，嗯，大虾呢？虾呢？虾呢？我整个胖起来了，信不信？啊？我养的大金大鲤，看到一斤一格的，我说这东西挖一斤多了，啊？两，我操，谁大虾？我这胖子得有一斤多，不是人俩背上是吧？哎呀哈，谁大胖子？两个，不，你也不对的高子，人家俩搞对象都给你整出来不是，这姐的，我还没以为你也搞对象呢。谁大胖子？我说，哎呀，谁胖子？往买去得。哎，看那看那看那，他给他夹住了，看。谁大胖子？快看，他给他脑袋夹住了。推打呀，这个呀。贫血呀。故意打的，大胖子。